的吧？没干嘛，还好。哇哦，Lucas and Tibo。Hello， 我是 Lucas， 我是 Kibo。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呢，是在美林馆的附近。小时候我很喜欢吸这种花的汁液，因为甜甜的。就是这里了，我记得我们初次相遇是在这栋大楼的背后，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其实呢，我和 Kibo 都是比较害羞的人，第一次相遇的时候，我们俩就。我就带他回家嘛。哎呀，好害羞啊，不要说出来吗？那天因为他下课了，比较晚了，然后我就偷偷的转头过去看他，然后第一个注意到的就是他的眼睛嘛。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在偷偷的打量我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个观念，就是，眼睫毛稍微长一点的会好看一些。抛开我第一个注意的就是你睫毛，抛开别的不说，你这个观念倒是挺正确的。哎，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，事实。全场就你一个人在笑，非常的安静。我也很害羞。那你第一次遇到我也是什么样的感受？我看都不敢看你那个时候。啊，那你心里的想法呢？反正就有一种那种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，就心跳就很快，就很紧张，有这种感觉。小猪乱撞吧。对，我就是这样把这头猪领回家的。其实那一天还是蛮开心的，因为我终于遇到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虽然那天不知道，但是我是抱着那样的心情去的。后面就知道了是吧？Me too。 在回顾了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之后，我们便在附近的日料店进行了一次小小的约会。鱼是怎么吃东西的？没干嘛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张嘴，张大一点啊！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直播吗？你怎么帮你？你最喜欢吃的蛋。有一样东西远渡重洋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身边，我真的很重要的，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真的没想到我们能顺利收到。说实话，对啊，期待了好久啊，真的是。然后就是这个
我已经预先把胶给撕掉了。看一下。哇，这个证书，这个证书。然后是牌子。哇，我们的银牌终于到了，反光哎，看不清。看到了吗？这样太好。哇！简约时尚，我觉得这个风格以后我们家特别特别搭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挂在墙上。对，重点是这个。哦，这个，来，小心点。哦，开心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特别特别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喜爱。对，谢谢每一位粉丝，真的谢谢。我也会，定时的整蛊 Kibo， 然后，这个就大可不必了啊，这个。